兄弟们，打起精神来，绿皮大王正在吸收赛罗和格力乔的能量，等他吸收完成就可以帮助我统一光之国了。到时候什么赛罗泰罗，我吹一口气就让他们灰飞烟灭。不好了不好了，贝利亚大王，赛罗的徒弟泽塔打过来了，把我们的前线部队都消灭了。你快看我拍的视频。你们这些臭怪兽竟敢欺负我师父，快让开，不然我变身超级形态你们就要哭着喊妈妈了。连你师父都打不过我们，你还能有多强？快变身给我看看是啥玩意。那我就让你们看看我超级泽塔的力量，全部给我倒下。不可能不可能，赛罗这个二货徒弟怎么变得这么强了？肯定是小伙伴把光之力量传送给他了。你们马上把泽塔的丑照发出去，只要大家不给他光，他的能量就会消失了，这样我就能打败他了。少年自由少年狂，青丝骄阳狂。